扶贫致富在2011年4月至7月举行了一系列有关贫穷问题的研讨会， RTV 就这个议题制作了一共8集的专辑，并请来来自各界界别的嘉宾就这个问题进行深入讨论。有兴趣的朋友请留意 RTV 的网上更新。好新闻透视又嚟啦，同大家见面啦吓，我系快必，佢系子健。我就今次咧就要嗱嗱声啦，先报告两项事项啊，因为惊你哋睇唔晒，你就 miss 咗一啲嘅报告啊。系嗱，今次咧就系有两个活动咧系强烈推介俾大家嘅。第一个就系响7月24号，礼拜日啦，即系吓，好快啊嚟到。下昼3点至6点咧就系一个关于系基督教选委嘅一个座談會嘅，係咁啊！現正係聯絡緊嗰7個建制派嘅牧師啦，啊，唔知佢出唔出席啊？咁啊，出席就好玩啦嚇。咁啊，另外咧就有一啲嘅講者，包括有協進會嘅蒲錦昌牧師啦，即係總幹事啦，公立人教授啦，成明教授同埋戴耀廷教授嘅，咁啊講下呢個基督教選委對民主嘅意義。咁啊，聽落個題目係好悶嘅，咁但係點解要傾咧？就係因為咧。協進會是一個基督教選委的一個 agent， 是代理人，代理人，他呢每年即過往會搞教內普選，今時今日大家應該看到新聞就知道他搞到不三不四，有些都是其實就是說教內普選這個名字其實就有些誤導的，就不是什麼普選，不是什麼普選來的，是吧？即係總之咧，喺嗰個1200人嘅選特首個嘅小圈子裏面咧，有10個位咧就俾基督教嘅，就基督教協進會就負責揾呢10個位嘅10個人出嚟，嗯，就係咁樣啦。冇錯，總言之咧，當中咧保證你一定要嚟，嚟咗你一定會好 happy。喂，咁往事呢10個人係咩人咧？咪就係我哋上個禮拜講過嘅嗰班，即係張紅秀美建制派嗰班人啦，張紅秀美、陳世強、李炳光、劉金盛、吳思源同埋楊學明咯，就係即係其中有6個係呢6個咯，就係即係佢哋會支持梁美芬嘅，佢哋會支持啊董建華嘅，佢哋會支持曾蔭權嘅，佢哋會支持中央支持嘅人嘅。其實呢啲邊個上位咪邊個支持邊個，係啦，佢哋冇乜。佢冇乜自己嘅意志嘅，基本上亦都冇乜基督教價值喺入邊。唔係佢好有意志啊，總之只上人哋嘅意志就係佢意志。係啦，冇錯啦，咁樣。咁所以信服掌權就係佢嘅基督教嘅傳承。所以大家傳承真係要嚟。咁時間地點啊，地點講咗未啊？就係城大啦，城大嘅 LT11 啦嚇。係。冇錯啦，24號啊。咁另一劑咧就係其實上兩集都講過，就係惡搞就變成一種侵權，而依個侵權就刑事咧。是告呢啲所謂惡搞嘅人嘅，咁大家都明㗎啦。上網一睇睇到，無論你睇獨立媒體或者即係一啲嘅資料都睇到咧，而家政府咧就會修例啊，將惡搞嘅事件咧係變成一個刑事化。咁即係話咧，我哋將始終有理改成撲街始終有理啊，將阿財爺個樣變成呢、這個嗰、那個叫咩啊？阿星爺嗰套戲叫咩？你最中意睇嗰套咧？邊套？唐伯虎點秋香？唔係。做鬼嗰套咧，回魂夜，回魂夜咁樣嗰度，鬼佬話財入邊回魂夜咧，即係你任何啲惡搞已經係變成一種嘅侵權，應侵權咧唔係講緊公司告你喎，係政府可以告你喎，變成刑事添喎，其實就變成23條嘅網絡嘅斬截。咁今次咧就亦都搞咗個研討會，你唔好聽研討會咧，大家你會覺得好悶，因為點解咧？因為今次研討會係有嘢食嘅，有嘢食兼有嘢玩，有嘢食兼咧係有後著嘅，所以你唔嚟啊，大家蝕底啦。喺個研討會裏面就即席惡搞一單嘢，係咪咁？係啦，會嘅，我哋會惡搞，然之後兼俾即時擺上網，即時擺上網同埋大家簽名，即時集體犯法。只要你願意嘅簽個名咧，你就係一個創作人㗎啦，一齊惡搞。咁啊，請到嘉賓咧就包括有好悶先啦，有羅旭啟啦，羅旭啟，彭志明仔啊，彭志明啦，彭志明瘦仔嚇，就係呢個千文化堂啦，咁啊專家惡搞啦，仲有呢個頭條新聞嘅其中一個主持啊，吳志森，唔係曾志豪，曾志豪，因為吳志森話唔得閒，佢係俾啲年差又咁講話，我你有幾老啊，大佬咁樣咁樣唔緊要，咁啊3個，咁同埋有讀媒嘅朋友喺度啦，葉蔭聰啦，係啊，咁啊細佬做主持啦，咁、okay、我邊個做主持都唔緊要，可能到佢啊，咁啊就係、是、喺理工大學，咁啊時間咧就夜晚7點，課室係咩咧就訂緊啊，所以未知嘅。幾號啊？29號。OK。29號啊，大家嚇要留意啊。24之後就29。冇錯啦。係。如果呢一班嘅即係基督教嘅建制派牧師咧，佢梗係支持呢一個嘅惡搞刑事化嘅，我覺得。梗係啦。點解咧？嗱，譬如你係啊嗰啲咩牧師啊咁嗰啲，
咁啊，你會點樣去撐政府呢個惡搞刑事化呢？我哋基督徒係要守法同埋尊重每個人嘅創作。你跟住根據我哋嘅十戒無偷盜嚟講，你已經係偷盜咗，偷咗人哋啲嘢，視為你嘅嘢。係，依個係符合我哋基督教嘅核心價值㗎。係，係嘛？係，係啊。同埋當你惡搞嘅時候，就好容易影響我哋嘅細路仔不良嘅後果。你睇下而家幾多人濫交，幾多人吸毒，就係因為惡搞。我都頂，我哋就係因為太多依啲嘅惡搞，將我哋原本應有正面嘅文化，全部變到負面。當我哋見到財政司司長用心良苦宣傳佢嘅財政司報告嘅時候，財政司司長一個報告嘅時候，財政預算嘅報告嘅時候，你就將佢變成一個鬼樣，唔尊重，唔尊重，同埋將魔鬼係擺到喺我哋嘅生活嘅當中，給魔鬼留地步。冇錯，我哋今天要刑事法係為咗我哋嘅下一代更健康、更正面咁樣去面對我哋嘅社會，面對我哋嘅將來。而我哋嘅主耶穌基督一定會站在呢啲光明嘅當中。我哋嘅信仰嘅價值就喺我哋聖經裏面，就好似保羅講：當信服掌權，至於政府推出乜嘢，我哋要信服佢。掌權其實冇乜嘢大不了，只要大家繼續可以自由創作表達意見。而家唔係話你唔可以表達意見啊嘛，你繼續言論自由嘅可以，但係只不過要求你唔好用人哋啲嘢啫嘛。即係你有自由之餘，亦都要尊重人哋嘅知識產權。冇錯啦。去咗呢啲位啊。係啦，李少光，李少光係咁講咯，其實。差唔多啦，我應該講到講到咁長啦。咁長啊。都係呢啲嘢。好出啦，都係呢啲啊。我估都估到，應該係。蘇榮智、黎振滿、陳世強。你估我估得中唔中？中。都係嗰啲。梁煙成、陳樹安、容永琪、李炳光。女遇俊、刘金盛、吴思源、伍山河、杨学明，只要你唔去侵权，系咪你一样有你自己嘅自由啫嘛？唔系罪嚟噶，你嗰、那个律法，如果你唔犯咧，唔系罪，唔系律法嚟噶，你仍然系自由噶咁样。系啊，即系佢哋会讲呢啲嘅，系。点解基督教会堕落到咁样咧？我真系。哦。点解基督教一定要同政府结合一齐，而基督教唔同人民结合埋一齐咧？香港嘅基督教。我觉得有两个问题，第一个神学教育。系。擦下鞋，或者我都畢咗業咧，唔緊要啊。你問我全香港最好嘅學，即係神學院，都係德崇嘅一間。係，即係你能夠有一個開，即係比較開明啲去學習。但係佢收受李嘉誠嘅1500万奉獻喎。啊，咁樣件事啊，睇佢有冇變質啦。收奉獻冇問題嘅，睇下你有冇。佢會唔會將啲奉獻變咗好嘅質啊？係咪？即係變質。係啊，點變啦嚇？變質説呢、這個。O K。嚇。咁咧，你有啲真係神學院咧，就可能你淨係規定讀嗰本書，有啲書又唔讀得嘅。係，因為嗰啲叫邪門嘅。係，但係嗰啲可能你話邪門，其實就正正係一個咧，令你信仰同神學反省係最高嘅，即係最深嘅增加你自己嘅程度嘅。咁我通到啦，即係邪門嘅書，佢依然係泡沫。邪門嘅奉獻，魔鬼嘅奉獻，佢依然收。咪咯，多餘啊嘛，一條啊。多元咯，一條路啊，完全係啊，冇問題啊，多元啊嘛，呢個崇基嘅價值係最好嘅呢啲啊，冇問題、啊。無敵多元主義。啊，咁你老實講，喂，咁你都好過大佬，唔通見到嗰啲魔道嗰啲啊？啊，咁啊係。同埋大佬爭好遠啊嘛，有冇人同你講分析翻嗰個社會教會嘅問題啊？即係李嘉誠都唔係傻噶嘛？點解李嘉誠奉獻俾崇基神學院，唔奉獻俾播道啊、忠臣啊嗰啲啫？你點知冇啫？你就特別關心崇基啫嘛？你點知冇啫？我點知？係喎，調查下先。係啊，你唔知啫，你唔好話冇。咁啊，加埋可能阿羅牧師日夜禱告啊嘛。上帝已經係應允佢。上帝早已預備啊！李嘉誠啊，千萬奉獻啊！唔該。可能少幫下手啊，幫下手。可能求2000嘅大佬。2億啊！幫下手啊！哎，跟住李嘉誠新聖堂就可以起啦。冇錯啦，嗰度有邊？咦？點解有個聖像個樣咁似李嘉誠嘅？唔係，佢係耶穌嚟嘅。Jesus Lee 佢叫，唔係 Jason Lee， 佢係 Jesus Lee， 係唔係 Richard Lee？ 咦 ，Richard Lee 就係個仔咯 ，Jesus Lee 就係個老豆。點解個十字架咁似一座 building 咁樣？係長七字架咯，嗰個叫長十字架，長七字架。我哋係長七集團啊，長七字架咁樣。係咯，教會嘅輝煌點解會變得咁樣嘅咧？我覺得我哋好似詹瑞文啊，突然唔係關瑞文，係詹瑞文。係啊，
係啊，咁啊呢個係第一個問題啊，神學教育啦。第二個問題咧，就係香港點解香港牧師咁，同埋香港牧師政府，香港牧師咧係要揾食嘅。你唔同咧天主教啊，天主教佢成個梵蒂岡咧照住你咧，即係你嗰飲食咧，咁就基督教咧唔係嘅，你自己揾自己吃，自己揾自己食嘅，好散，自力更生，好散嘅。咁你如果你越勾結，唔係對唔住，越連結得多啲高官，你嘅奉獻越多，你教會越大。你搞呢個所謂腳地嗰啲服務越好，咁你咪響眾牧師群中學立歸群咯。你咪非常歸群喎，係啦，係啊，專登玩咗字喎。咁咪學立歸群啊？係啊，雞群。學立歸群。我話佢雞，佢又佢唔中意啊嘛，咪講龜長壽啊嘛。龜係啊，雞應該又話你咩啦嚇？係啊，又唔會姐姐仔會啦，係啦咁樣。咁你諗下啦，咁喺呢個環境，佢唔同呢啲咁樣政權勾結，你譬如嗱，我就。再明顯講連結，連結嚇，連結。咁啊，你諗下阿突破咁嗰啲，佢都要申請啲分定。菜園村嗰嚿雲啊嘛，你講係啊。又要申請分定，咁教會可能咧，仲有啲事工又要申請乜嘢？係。咁嗰陣時候，你政府個關係太差，你點掂咧？你想喺眾牧師當中，你成為一個最蒙福嗰個人，點算咧？你嗰個真係靠上帝祈禱咩？你要靠啊李嘉誠，要靠曾蔭權噶嘛，靠中央政府噶嘛。我仲要翻去大陸傳福音噶，啊，傳遍中國大地啊，咁樣嗰啲啊。然之後咧，一方面就打壓咗家庭教會嗰班人咁樣，係係嘛，兩手噶嘛，光環同埋呢個斧頭，即係你通曬成件事嘅喎。光環同斧頭都喺曬自己手上，好通啊成件事係啊，冇得見得太多，你都唏噓啦，係嘛？唔係唏噓。有盼望啊！有盼望係啦，好犀利啊！我都就嚟咁樣做噶啦，即係所以其實嗰、那個即係頭先我哋講網絡廿三條道，即係都係一種即係與政權係政權要打壓人間民間嘅聲音咯。呢啲都係基督教領袖都係打壓人民嘅聲音㗎。即係譬如你話嗰個選，頭先我哋講緊兩個活動啊嘛，另一個就係嗰個選十個出嚟做嗰個小圈子選舉嗰1200人裏面嘅其中十個嘛，其實都係打壓緊人民嘅聲音嘅，因為佢係一個各大宗派裏面自己揀十個人出嚟，冇錯啊，就唔係人人教徒都有份選入去嚟到去。如果人人教徒都有份做嗰十個，如果咁唔好彩俾你同我選入去，咁點得啊？中央控制唔到我哋兩個噶嘛？係嘛？即係我哋又正所謂搞下事啊！係啦，我哋又會搞事又成噶嘛。咁中央控制唔到就危險啊！所以中央就要揾呢啲基督教協進會咧，就揾十個可以控制到嘅人入去咯。我相信如果我哋做選委，我哋入去特首嗰度，即係選投票嗰陣，我哋搣爛張票或者做一啲嘅行動咧，我燒佢啲嘛，做咩搣爛啊？同一個火機點著佢？係啊，點都好啦。係啊，我相信咧，第二日咧，肯定好多基督教咧集齊佢嘅聲音。是強烈譴責我哋呢班人嘅，話我哋睇住你啊！你睇唔尊重嗰個選舉啊！係啊，呢啲唔係基督徒嘅行為，馬上係同我哋割席。係你睇住你啊！你如果我哋選到咧，我哋話盧龍光牧師，我哋神學院院長教我哋咁樣嘅，有火啊嘛，咪攞啲火出嚟燒。咁得唔得啊？唔係呢個聖靈嘅火嚟嘅，係真係啦。咁所以就點中央或者中共一定係下咗意旨，讓基督教協進會選呢啲蘇永智、黎振滿、張紅秀美、陳世強、李炳光、劉金盛、吳思源、伍山河、楊學明、梁燕成，咁係要選呢啲人會，因為呢啲人係聽話啊嘛，因為呢啲人可以控制啊嘛，佢叫佢選梁振英，佢哋十個就唔敢選啊，何俊仁也好，余若薇也好，係嘛？佢叫佢哋選范徐麗泰，佢哋唔敢選啊，唐英年係咪咁講啊？係啊，咁一定係咁，係咁噶。係嘛？驚啊嘛！你控制唔到我哋呢啲傻啊嘛，大佬係咪？即係我哋。然之後佢又困啲信徒啊，凡事都係有上帝嘅心意喺度嘅，係嘛？又係用埋啲咁嘅呃人嘅。佢匿埋咗入邊咯。係啊，其實中央嘅心意佢匿埋咗入。我記得我同我嗰個表姐咧，好鬼迷、那個。就唔係呢個劉姊妹。唔係呢個劉姊妹，劉姊妹係第二個人嚟嘅。係。咁咧，即係佢你用啲咁嘅宗教語言同佢講咧，佢真係掰嘅喎。即係信服掌權啊！上帝有上帝嘅心意啊，咁樣屬靈嘅教導要順從佢啊！你知唔知嗰啲係全部口號式嘅信仰嘅詞彙啫？你真實走入信仰，你可唔可以解釋得到你講緊乜嘢？你基本上係解釋唔到咩叫屬靈的權柄？佢有屬靈權柄，即係咩啫？即係佢係我有屬上帝揀選咗佢做牧師，我有屬靈遮病，大佬。我有屬靈之病，
係啦。咁咩叫做信服掌權？快樂治病我有咩個信服掌權啫？咁即係話其實就係最大嘅 benefit， 只不過 interest 就係去嗰啲牧師度啊、權力嗰度啦，就叫你咧就麻醉咗喺呢個位置啊嘛。即係點解咧？哦，我知啊，因為嗰個咩人係講呢啲信服掌權，就係嗰啲有權勢嘅人。我以前喺教會討論啲問題咧，通常咧去討論啲社會公義或者咩民主啲問題咧，到最尾佢都係話要信服掌權呢個聖經話，因為佢駁唔到我啊，即係喺理性上你基本上你駁唔到啊。佢要求其抽斷聖經咧，用一個至高無上佢認為係上帝嘅説話裏邊咧，去壓你哋咯。呢啲就係教會啦。咁如果你話唔係啊，唔係咁解喎。舊約都有先知唔信服嗰啲皇帝啊，佢都係。闹嗰啲皇帝啊，咁又点样信服掌权？因为但系嗰啲系有上帝嘅旨意响佢当中要做呢啲嘢啊嘛，咁你而家有冇啊？你有，你要验证啊？你有冇祈祷啊？你祈祷几多次啊？有啊，咁咪有啊，咁你而家有咩可以证明到你系上帝系要你咁做咧？即系你有种印证啊？我次次打开圣经都系打开到先知嗰段。咁系咪真系上帝系叫你咁做先咁样啊嘛？你睇住嚟啊，都系咁样讲嘅啫，系咪啊？调翻转，我问你，你有咩印证咧？真系信服掌权。嗱，你睇到啦，罗马书就咁写啦嘛。你睇住，即系嗰个咁样，即系完全系反智同埋低 B 嘅嘢咧。香港嘅信徒啊，真系 buy 喎。就系俾呢班牧师咧，嗱，再读多次啊。苏永智、黎振满、张洪秀美、陈世强、陈树安、梁烟成、容永琪、李炳光、吕宇俊、刘金盛、吴思源、伍山河、杨学明教出嚟嗰啲人啊，全部都系神棍。你问我，你问我讲得难听啲，就系神棍。但系伍山河嘅教会好大噶、哦，有成最全港最大噶，喺永光堂啊嘛，乐富嗰间啊嘛，咁咪就系证明佢系神棍咯。点解唔系神棍？点解咁多人跟啫？哦，咁样嘅。系咧，系咪啊？系咪咁噶？系咪噶？哦，系咯，唔清楚噶。即系唔系话，即系我哋头先假设啊嘛。如果佢系神棍，冇理由咁多人信佢嘅，就系、是、越神棍越多人跟。系啊，可唔可以咁讲？即系我又唔够胆系咪讲神棍？不过你头先啱啱讲完神棍，我话讲下佢系神棍嗱，我会觉得佢系神棍，就但唔系等于咧，好多人跟就等于神棍啊嘛，两件事。哦、okay, okay, 你明唔明啊？系，我系觉得呢班友系神棍，我唔系，但系多人跟系咪等于神棍？我又唔知道。咁啊唔一定。咁咪系咯，系咯，所以我就你不如你问我点样佢哋神棍嗰个啦。系咯，点解系神棍咧？好简单啦、啊。最尾 round 埋俾你。点解会觉得佢神棍？呢、這个系我一个。多年里面吸取的经验点啊？因为上帝是启示嚟嘅，告你诽谤啊！呢、這个可以唔紧要，我 fair comment， 我有证明到佢是神棍，因为个歧视女性，伍山河肥肥矮矮脚粗粗，就系、是、我相信羞辱教，我相信任何上帝的创造都是完美的，不是用我哋现世人世俗的标准去看女人的，一定肥肥矮一个粗粗就是羞耻嚟嘅。所以佢呢个一定是神棍。神棍啊，哦 okay、因为呢个唔系嘅。咁样啊，梁烟成点样系神棍？梁烟成系扭曲，仲唔系？佢就系一个学者，扭曲 John Ross 啲嘢，又要 call 人啲嘢，要 call 错，又要屈人。用正义论嚟到去帮呢个叫做小圈功能组别，小圈子嚟到去护航，仲唔系神棍？然之后又道听途说。没有真凭实据就说挪亚方舟就说那个是坚的了这些还不是神棍侮辱主的名啦如果那条舟不是真的到时人家怎样追究你怎样赔我们的信心、啊、苏永智不是神棍、啊、这个简直超越神棍中的神棍啦筹了钱那么久你那个和谐公园起了几耐呢大佬定海神棍、啊、大佬几个迪士尼起完啦大佬是吗他呃了很多信徒的钱应该。哦不要用他呃钱。不是呼召了很多信徒的钱。没错那为什么呢那个和谐公园怎么样呢现在看不到有没有分水给信徒的。啊怎样和谐公园变成和谐频道的呢奇怪了。我明明奉献两万元给你是起和谐公园你变成和谐频道。你不是有没有问过我又成的。是啊还有啊。又不给钱。还有啊他那种跟大陆中共政权这些无神论者的走得不埋。而自己話自己係牧師而冇事嘅，仲唔係神棍？中國共產黨其中係咩啊？無神論啊嘛！你無神論者可以同有神論者喺起埋一齊，你除非係神棍啫，唔係你有咩點解有咩資格啊？信與不信，緣不相配，就中過呢個位啦。仲唔係神棍？逐個數啊，大佬。中咗喎！喂，有啲我李宇俊呢個零分小子，呢、這個我唔係好熟。即係嗰個咧零分，但係佢又
你師兄嚟嘅喎，佢都係崇基 M Div 嘅喎。我冇記得邊個女宇宙，鄺俊宇我識。咧戴眼鏡嗰個啊，把聲高，係我係女宇宙零分小子女 Sir 啊，嗰個咧，我會考當年零分，但係我而家都教書。哦，我知啊。而家有冇印象？有冇印象？有少少係咪通識嗰個？居民係咪有咩婚外情嗰個啊？哦，我又唔知道。哦，唔係，呢個我亂噏嘅，我當。唔知啊，鬧誹謗啦！我已經否認咗啦，我馬上學阿士，我快過阿士收翻呢個説話。係 OK， 咁就李炳光咯，李炳光係咪神棍？李炳光係咪啊？李炳光梗係 PK 啲啊嘛 ，PK。李炳知唔知李炳光幾唔正統啊？魔術成日用魔術傳福音啊！我哋要靠魔術去傳福音，仲唔係侮辱主嘅名？魔術係一啲邪法嚟噶嘛？冇錯啦 ，Harry Potter 都唔難我睇，仲要玩魔術去傳福音喎、啊。咁都得嘅？咁真係好邪啊！真係呢啲神棍喎、啊，真係神棍啊！咁跟住咧，眾神棍就話上帝感動佢選梁美芬。坦白講，如果上帝咁樣感動佢去傳梁美芬，佢嗰個感動究竟嚟自魔鬼定係嚟自上帝嘅咧？喂，分辨錯咗咧？咁冇錯啦，咁有神。神棍之嚴啦，係喎、啊，話逐個數都每人都有啲啊。喂，我想言之，所以大家一定要及實嗰兩個活動係值得大家嚟嘅，廿四號嘅，啊強烈推薦，同埋廿九號，同埋咧跟住有個 panel 嘅，大家上立法會嘅網站咧，有個即係惡搞個嗰個問題咧，會有個 panel， 我哋會同佢喺立法會一齊惡搞，而家仲讀緊計嘅。好嘅，啊包括咧，如果大家咧有意見或者有幫手咧，作首歌仔等我哋喺立法會咧，我哋以前讀噶嘛，我哋唔係啊諗住唱出嚟啊。唱出嚟，哎呀呀！你個林瑞麟啦、啊，咁嗰啲咧，哇咁老土，大氣啊！唔係，我諗到其中一樣嘢啦，又或者諗下啲得意啲嘅嘢咯。哦 ，OK。林瑞麟有間大酒店。林瑞麟有間大酒店，好嘢喎、啊。係、哎，咁嗰啲啊，知唔知啊？好嘢。即係我哋要諗起啲，如果有橋嘅咧，就掉過嚟。好，等唔使我諗得咁辛苦，大家。好，好嘛。好，唔該曬。下集再見，新任透視，拜拜。向你诚意推荐 iRead。iRead 是什么来 ?iRead 是一个公共出版服务。公共出版服务主要服务非政府组织、公民社会组织、网民等等。将他们的书籍、刊物和 blog 等等发成电子书。令到读者可以随时随地利用 iPad、iPhone 或者其他手提电子装置观看电子书内容。这个就是 iRead。